你莫搁伫我面头前讲什么闺蜜，讲什么好姊妹的感情，我感觉足恶心的。你毋是讲我拢爱拖累你，我是无底深坑。吴佳云，较勇敢的，不管安怎，该面对也是爱面对。佳云，日头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规暝拢无回来，我打要出去找你尔。你要去找我？云歹势，都是我唔好，歹势。已经找你解释过啊，伊即摆毋是应该赶紧处理因家的代志，哪会阁走来处理我的代志啊？我刚才又来找我，啊，若无我拢毋知影是我误会你啊！我真正毋知我的头壳到底在想啥，哪会做出这么可恶的代志？佳云，我真正就对不起你。你即摆才知影，你对不起佳云咯。想袂到咱闺蜜的感情这么经不起考验，为着一点仔误会，你就要放弃咱这么侪年的感情，我真正是替佳云感觉足无解的。真的啦，我真正唔知佳云为着替我形象，去甲执行长拍客，又加做伊女朋友。更可恶的是，我竟然反背伊，害伊伫咧林家是大人面头前歹看。佳云，我若是你，我一定马上甲这种歹朋友绝交。啊，不过你竟然阁走倒来向我解释，佳云。你要安怎拍我骂我，甲是我拢袂要紧，啊！唔过我甲求你，莫唔睬我啦。我愿意向你回信的一千遍、一万遍，我甲来求你，莫跟我绝交好无？佳云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。早知影会安尼，是安怎当初你要安尼做啊？你为什么无爱先甲我参详？你敢不知影，你把佳云害到偌惨啊！你做出这种无法度原谅的代志，是要佳云安怎跟你做朋友？佳云，是我做唔对，对不起，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，拢是我唔好，是的，是的。佳云，这届是日头真正做了上超过啊！若是你唔肯原谅伊，我嘛会徛伫你这边，甲伊绝交。只是我想着咱三个人的友情就安尼散散去啊，我想着咱袂当像较早同款。做伙出去佚佗，
去踅街，啊，搁有做伙笑、做伙哭，我只想着这個，我两感觉心足疼、足疼的。你是在哭啥啦？你敢知影恁两个今天就歹斗阵的呢？那生活习惯就歹，搁常常乌鸦嘴，除了我以外，有啥有法当做恁一世人的闺蜜啊？我闺蜜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跟我梁雨达是唔？大姐，别哭，别哭，拢坐，拢坐。阿佳宇，你莫代志，我不敢，那是别安怎啦？既然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，不敌我就甲执行长，趁这个机会分开。阮两个人原本都不是真心地交往的啊。佳宇，你莫阁家己骗你家己啊！你明明就真心去介意着执行长，敢毋是？就是啊，身为你的闺蜜，就知影，你对执行长的感情绝对无可能是假的。在阮两个面头前哦，你莫阁阮骂你的心意啊！是。我嘛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时阵开始对执行长产生感情的，啊，不过伊的心内，也无我都把心底放袂起的。就算讲我假戏真做，真正去介意着伊，嘛无我都改变啥，敢那会当看是我家己戆尔。你嘛安尼想啦。执行长若是对你完全无感情，伊嘛袂专工为着你来甲我解释啊。就是啊，你归去哦，向伊坦白，甲伊讲你介意伊，啊，看伊反应安怎，才阁讲。恁两个拢莫阁讲啊！当初我会甲伊签迄个契约，就是因为伊要等心弟回来。即摆心弟回来啊！就让所有代志等去原点，我决定啊，我要辞职。你要辞职？嗯。你两个若是我的好闺蜜，就要支持我。我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啊。既然你拢已经安尼讲啊，我嘛一定会支持你。有你的支持，安尼就够了。